走吧，不用你练了，走吧，不用你练了，走，咱看周一良呢。呀，你也用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再来一个招，这不对，去把今天我奖励你的玩具拿过来去，快点。今天不用给了，走吧。哎，走吧，不用你练了，走吧，不用你练了，不用练了，你总是起不来。你看，我都不说，为了玩具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不是也起来了一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过去吧，过去，去去去去，坐到你那儿去，不用练了，不用练了，去，快去。去吧，哎呀，不用你练了，刚才让他练他不练，我把玩具给收回来，你看攒劲不攒劲，啊，这不是也起来了，是不是？起来没有？起来没有？起来了。那为啥不一次成功呢？去吧，坐那里边去。啥？你把玩具给我。我把玩具给你。你刚才不使劲，我为啥给你？哟，这个厉害，是不是？这个厉害不厉害？厉害。比刚才强不强？强。去吧，这个玩具以后再给，今儿拿不走。他给我抢了你！那你以后会不会好好练？会。会不会？会。我也会抢。这回拿得挺紧，记住，下一次不好好练，没有的奖励，玩具都给我，听到没有？回去，快点儿！这家伙捣蛋不捣蛋？